我先把那个拿起来。领导，领导不要吵，没事。他好像一紧张就发作。对，他不能情绪太过激动。姐姐，你一离开他就太紧张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应该放下面来。放到地上，放到地上，放到地上，放到地上。他头是撞到地板，那头会撞。他你抱着，他头会撞地板。没事，对。没事，他整个身体会绷起来，对不对？没事，他会整个成那个。